巴夏来自未来的生命讯息，关于时光旅游。提问：你说你们在宇宙飞船周围制造隔离磁场，并重新界定空间与时间坐标，再进入另外一个点。你能以时空坐标来说明我们所谓的回到过去或未来吗？也就是说，你能回到15世纪的地球吗？回答：好的。空间时间是同一件事，空间旅行就是时间旅行，时间旅行也就是空间旅行，是同一件事。然而每件事仍将有其定点，即使是从明显的线性观来看。因此发生在你们先前的时轨中的任何变化将不会发生在该一时轨上，而是在一个平行的时轨上。提问：那么你究竟经验了些什么？回答：感觉基本上是一样的。换言之，你也可以登上你们的宇宙飞船而回到过去。如果你希望改变事件发生的方式，那么你可以回到同一个时轨中加以改变。由于这不是你现行的时轨所发生的事，因此没有外观上的改变。不过你可以在那个时轨做改变，以及形成另一个替代性的时轨。所谓的改变其实不是改变，它只是平行时轨中正常历史的部分。所以如果你希望看看改变的效果，你得到做改变的那个平行时轨中的未来或现在去看。这么说合理吗？提问：有点道理。回答：你们有 A 时轨、 B 时轨， A 时轨是你们的时轨，你们的历史， B 时轨是另一个历史，每件事都是同步发生的。 A 时轨和 B 时轨非常相似，离开 A 时轨中的这一点，前提是你要回到假定的过去。你其实是走进另一个时轨中，并且以一种自然渐进的方式成为它历史的一部分。在同一个线性坐标系统之中，你无法实际地改变过去。当你改变你的过去时，你只是换了档进入另一个含有改变能力的时间里。因此你将在新的现在中拥有那个改变的经验。提问：你不能改变历史。回答：更正确的说法是，你把自己转换至另一个更适合代表你想做的改变的历史之中。提问：走入未来也适用吗？回答：是的。关于隔离磁场。提问：你们是如何制造隔离磁场的？回答：它是一种微波能量效应，也就是在高于你们所说的电流无数光度的一种变形光。当变形光被包含许多不同元素的仪器，其中之一叫做闪光矩阵，增强之后，它就弥漫于宇宙飞船的船壳和其他的不同仪器之内。隔离磁场是一种微波效应，在如此高速下产生的微波将会切断宇宙中任何气泡内的物体的联系。这是因为你们以一种高密度的方式与光速的振波频率相应。光速即是实质空间的障碍极限。当你在宇宙飞船周围制造了一个光墙或光壳，光是实体宇宙的本质，那么在那个船壳之内，你就是在宇宙中创造了一个气泡或一个洞。你把光，万物皆由光所造，重蹈在你的周围，而非你的内在。你们现在是由圆形模板宇宙所维系着，而此宇宙却存在于一个超越光频的完全不同的频率之中。因此在该宇宙中，你其实是同一时间的万物。因此你可以随心所欲地到任何实地。提问：用人类现在的科技能做到这一点吗？回答：可以。提问：要怎么做？拿一块物质让微波炸掉它？回答：不是，看报道，听广播。很多个人已经开始研究这个观念了，探索和实验也展开了。
他们届时会将这类观念公之于世的。基本上，它牵涉了那个高电磁的反旋转量块的观念。反旋转量块将会以基本的方式产生磁场，而该磁场的基本波足以使隔离作用发生。这类磁场透过更高传导性质物质，将会产生更复杂的控制器。关于导航，提问：我感到好奇的是，当你们在星际中旅游时，你们除了星际之外，还有别的航道吗？或者你们也要考虑磁场？回答：我们并不靠星球航行，除了靠它们来辨识目的地的模型和路线。不过我们的航行主要是透过声调的振波，之前已经略述过。以我们的了解，物体就本质和属性而言是一种振波方程式，而位置则是此方程式中的一个变量。因此我们创造的是一个网络，即一个全息式三度空间的球体图，可以在任何特定点之间的距离内将插截来的振波加以描定。提问：这么说，你是以你不同的参考点来诠释振波频率？回答：完全正确。我们有一种叫出行的参考架构，这是套用你们的话说的。你可以视它为一个球体，如果用一个圆圈，中间一块截断这个球体的版面，可以称为银河黄道，而该银河的版面，你愿意的话，可以叫做 GE。 因此，如果你用一条线把它横切，那么那条由中央延伸向你，并穿越地球的线，就被视为零。远离你的那条线就是180度，左右弦180度都可，而该球面的顶端多正极，底端多负极，因此就会产生中心圆或由中央出来的浮轴。所以任何与中央的距离都在或属于这些浮轴。接着你就可以决定正负角度了，它让你知道你在三个位置的点何在。不过在我们的计算机中，它就是振波方程式。因此当我们在宇宙飞船周围创造出隔离磁场之后，便可使我们脱离任意特定的振波宇宙，并透过光的调波把新的振波方程式强制于宇宙飞船上。在当我们将宇宙飞船嵌入任意特定的实像时，它便自动地在一个由振波信号频率所代表的位置上停靠。它并没有做实际距离间的运行，只是由该实像中出来，将自己重置在另一个特定的位置上。提问：对于地球和其他星球之电磁层，你们必须核算或调整吗？回答：某种程度上要，因为一旦我们开始在一特定的实像中运行时，我们势必要靠地心动力膨胀、电磁场和该特定实像中之星体和星球来导航，如果该实像中含有它们的话。提问：当你更接近地球时，你会受制于我们的界限和磁场的吸引力吗？回答：除非我们把宇宙飞船周围的地心引力磁场移开，每一艘宇宙飞船都拥有它自己的地心引力气泡，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宇宙飞船可以与你们的世界成为完美的垂直状态的原因。然而当我们脚踏我们的地板时，仍然觉得好像是面孔朝下。提问：请教你这类问题特别令人兴奋，因为我认为我智力的某一层面在说话，我从未受过工程学和化学的训练。回答：我也没有。我们的科学、工程学和科技几乎是直觉产生的。提问：我想多要几张你们宇宙飞船飞行中的流体图片，还有在导灵记忆库中的导航员的图片。回答：流体多半是在船内，而非船体。提问：它的结构体或分子密度状态是由金属制的吗？回答：比较近似会生成的水晶金属。提问：你可否把该分子结构体
在地球上生产的对应物的成分告诉我吗？回答，它是一个由冷分裂过程提炼出来的金属水晶状态物，你们目前还没有这种科技。它是以一种全息网状的方式被注入或设定的。当某一类型的电流被注入该水晶金属的矩阵后，它就是呈现出被注入电流的身份的形式，并依该模板以电流之形式被灌注为止。这个过程在有关于次原子粒子的实际互动上，是在一个极深的原子层面上持续运作着。依我们的看法，你们必须一段时间才能拥有创造此一类效果之必要的支援系统。提问：你们如何制造这个物质的？回答：它是在我们创造的能量板膜上生成的。一旦我们提炼了这一特定的物质之后，它就一个分子接一个分子，一个原子接一个原子，沿着我们铺设的能量板膜而生产。关于实地旅行，现在让我们带你去我们的母舰太阳风号去实地旅行。闭上你的眼睛，在你的精神体系想象你所创造的并置身其中的房间的图面，再观想每个人全都聚在一起，并被一个蓝色的水晶能量气泡所包围着。这个气泡便是你的升降梯，你的太空船。放松自己，让你变成船内的启动仪，把你们地球用的仪器和工具的观念抛开，别再注意它们。你就是转送点，你就是太空船。你要认知的是，水晶船壳是相当透明的，可以看穿它，也可以看到房间，融成一种灰色、雾状的状态。现在你们都一起在太空船上，也都呼吸着同一股能量。做三次深呼吸，把自己准备好，连接、消化并联合你自己，感觉那个联系，感觉当你是个体时，船上的每一个个体都是你，是你的延伸，你的展现和你的一面，你们全都是一个，一个主水晶。而这个水晶，当它允许你意识中的白光，在它的中央和心中与生命的光一起点亮，赋予了整个水晶太空船能量，并由地球上升，越升越高，而进入最高的大气中，进入你所谓的太空中。在上升中，你向下看，你穿越雾气，看见一切进化为光明的空间，到处都是白色的星体，你看见下面漂亮的地球，在内太空的鹅绒布上如宝珠一般闪亮。而你送出了你的爱，你看到、感觉到、品尝到并听到地球的爱，它正在支持你，双臂延伸向你，把你延伸到进入太空之旅。你正乘着地球的心波前进。当它把太空的珠宝献给你时，你向上仰望，你看见一个长的圆筒形的金属物体在你前面的太空中悬吊着，大约有一里长。你让自己看见该金属物体一边的开口，你越接近，开口越宽，你进入开口，它在你的下面对口，你被一片洁白所包围。在那一片洁白中，你也许感受到意识正在四处或实或虚地凝视着你，与你一起微笑，一起爱，忽远忽近，终至化为一片乳白。而欢笑与喜悦的分享正弥漫着四周，让你自己知道，你可以用自己最渴望的任何方式去探索任何区域和宇宙飞船的任何方面。你身旁随时有人与你同在，你也随时会与你所碰到的每个人联系，并且感受到他们的经验。如今你正由气泡走出，并进入宇宙飞船的那片乳白中，探索着并呼吸着新的大气，去感受你周围那些生命温柔的抚触。你向四方散射并且探索，
享受并对你所发现的感到迷惑，去品尝，去摸，去听，去感觉，去看，去赞叹，知道你正在分享并参与在一个多层世界的创造中，去体会并记住这些经验。不论它对你是否有意义，让自己随心所欲地去诠释宇宙飞船的不同舱室和区域，让你自己以一种极为真实的方式去认知，你正以星光体的形式投射出你意识的一部分，而你也正要将该信息回注给你地球上的自己，并将该信息整合在你的分子结构体内。你将把这个信息灌注在你周围的大气中，当你将此大气带回地球时，你将把该信息和能量释放在地球上，改变你所呼吸的空气，改变维系着你的能量，以你全副心意去探索，感受生命和光的震波，因为是光的本身使宇宙飞船和所有类似的载具产生了动力的，是穿越宇宙飞船的中央核心的时空运动本身创造了太空船穿越所有实体空间运动的幻象。现在你要注意彼此的下落，把它们集合起来，回到你们的船屋，回到那一片乳白之中，感受所有由心到心、灵魂到灵魂所给予你们的那些抚触和亲吻。当你将自己置身于宇宙飞船水晶般的美丽之中时，你下面的红晕便打开，让你自己由船壳漂浮而出，进入太空，并展开你向着地球的旅行。当你辞行时，要知道这不是永别，这个经验不论现在和永远都是直接与你同在的。当你穿越能量宇宙飞船水晶的舱底向下看时，你再度看到地球的珠光之美。就各方面而言，这是一个充满了无限迷幻和更多层面的新世界，值得你去探索。你现在正急切地想让你所参与其中的新水晶石像的大气在与地球接触之时炸裂，并让如种子般光亮美丽的碎片散落在各地，反映着太阳的美丽光辉。当你缓缓地回到地球时，你看到自己的双脚轻触着地，并往下扎根，吸引世界之光和生命的枝叶。你知道所有的世界都是你的世界，并知道你的生命、你的地球是让你朝向光尽情成长的滋养。你们每个人都以自己的方式整合经验的信息，在你的内在定码，并在人类之后以他自己的方式释放，而你的梦境实相的大部分会变得更加光鲜生动，也许还会有更多的释放和弹性，同时对你周围的生命，只是你的梦想这一点会有更多的认知，让你自己知道这是个真实的经验，而你也把自己的一部分投射在该太空船上。你的一部分以各种方式永远都在该宇宙飞船上，让我们一起去分享。感谢你们的参与，我们将会让你们记得，所有的再合一只是对现存于所有实地的合一的觉醒。